除了刚才所提到的第一、二以及四十五号提案之外，这次将于十一月四号举行的加州普选还将针对另外的三项提案进行公投，分别是第四、六、四七以及四十八号提案。下面就一起来了解这三项提案的相关内容。第四十六号提案为医生接受药物和酒精测试、医疗疏失诉讼动议法规。 该项提案要求对医生执行酒精和毒品测试，在医生开出某些管制药物之前，必须查询全州的处方药数据库。此外，该项提案还要求将医疗疏失诉讼赔偿金上限从目前的二十五万美元提升至一百一十万美元。针对此项提案，支持者认为，过量使用处方药目前已成为了普遍现象，而此项提案可以防止医生和患者滥用药物状况的发生。 并让玩忽职守的医生承担责任，而反对者则认为，这项由诉讼律师起草的提案，目的是借着医疗过失诉讼高额赔偿从中图利。很多医生和专家都将会因此而离开加州，搬到那些医疗责任保险更容易负担的州去。第四十七号提案为刑事判决轻罪处罚动议法规。 该项提案要求对涉及某些滥用药物或是财产犯罪的罪犯采取轻罪判决，以取代重罪判决。但此前曾被判严重犯罪或暴力犯罪的人士，以及登记在案的性犯罪者将不适用于此项规定。针对此项提案，支持者认为，将毒品和小额盗窃等轻微非暴力犯罪从重罪改为轻罪，可以每年节省州政府数亿美元的资金。 并可以将这些节省下来的金钱用于教育、犯罪受害者补偿、精神健康和药物滥用的治疗中去。而反对者则认为，此项提案一旦通过，可能会有上万名重罪犯从州监狱中被释放，并会导致盗窃枪支或者非法持有迷药者直接受到轻罪处罚。第四十八号提案为印第安博彩契约公民复决。 投赞成票，表示批准州府与 Mono 印第安人、Northfork 部落和 Wyot 部落之间的部落博彩契约。Northfork 部落将可以在 m a d a r a 县建造和运营一家新赌场，并且需向州政府、地方政府、Wyot 部落及其他部落支付各种费用。 针对此项提案，支持者认为这将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会为加州最贫困的地区带来经济发展机会，并会为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提供收入，促进部落自足，以及避免开发环境敏感的区域。而反对者则认为，部落保留地的博彩将因此泛滥成灾，并违背了印第安人赌场只能在部落原有土地上开设的承诺。大规模开设赌场还将加剧中加州谷区的犯罪和污染状况。